呀？我跟你讲，刚才有人的，他以为我会撞到他。是啊。嗯、他以为我是新来上课。哦，对。我是刚学。其实你是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嗯。哎呦！为什么我不能只穿游泳鞋？因为那个这样也要保护啊，大家都有穿，而且都有戴帽子。但是我又不是跟他们一样。对哦。